两个隔河相望的村庄，为了方便交流，两村的村长展开了会谈。王村长，我觉得有必要加强咱们两个村的联系啊。嗯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这样可以在河上呀造一座桥。对呀，真是好办法。刚好我认识一个很好的造桥师傅，咱们这就去找他吧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这就走吧。 两位村长来寒舍有事吗？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造一座桥。造桥？没问题，我可是造桥大师啊。不过我的收费可是很高的哟。好说好说，说吧，想要造什么样的桥啊？木桥，石桥，石桥坚固，气派实用。木桥轻巧，便于为秀保养。 木桥，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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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桥
那你就先用餐吧。好好。吃得好饱啊，先生！如果把桥修成石桥，我再给你一大块田地。哦，田地，好，包在我身上。那就太好了。西村长来寒舍有事吗？哎呀，还不是关于那座桥啊，想请你造成木桥。你看，这是定金。哦，桥造好后啊，再给你500两，怎么样啊？好，木桥就包在我身上。嘿嘿，要开工了。不过到底要造什么桥呢？石桥还是木桥呢？造石桥的话就能得到一大块田，造木桥的话有500两银子可以拿，钱可以买好吃的，地也可以种好多好吃的。地和钱我都想拿呀。哎，对了，两座桥都造，不就都能拿了？好，现在就决定开工。完成，真是完美的融合呀。造好了、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桥啊？把弓箭还我！什么大师啊？我的弓箭呀！东食西宿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十分贪婪，各方面的好处都想要，告诫我们不要这么贪心，否则最终会一无所有。
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